大伙儿啊，可能对他还不太了解。还不了解啊、沉痛的隆重的跟大伙儿介绍一下他。您这个嘴呀、啊，隆重，好好的、啊。他叫孙悦，我呀，说相声说的也不错。您甭夸我，也有年头了。哎，对，当然最早不是说相声的，不是干这个的，就是隔壁，在动物园当动物。您说，一般人没有这个魄力。你等会儿，勇往直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关键是管吃管住。你等会儿，废话。我还就隔壁当动物，我这是下班赶过来的。你甭来这套你啊，你不胡说八道吗？站这儿谁胡说了？您胡说八道，什么叫当动物？不是吗？在隔壁那养动物，明白吗？对对对、哎、养大象。对，养了十年的大象。十年大象是越来越瘦，他却变成了这般模样、哎、我偷饲料来的吧。当然了，说相声还是没有关系的，不碍事儿。经常研究相声，演员的动物那是杂货铺。哎，我们这是杂货铺。对，人家这是个大超市。哎，别说这，我说嘛，就说人家怎么还有名儿呢里头，就是人家这个容量大。哎，这就别这么说，什么都知道。嗯啊，我问您一个小问题呀、啊。什么问题、啊？如实的回答我。哎，那可以、啊。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你怎么傻了？你回去上班吧，要不？我问一句啊，嗯，都有什么呀？说学逗唱啊！我抽你，你信吗？谜底就在谜面上啊！有你这么问的吗？就这么悬疑啊？废话，有你这么问的吗？那怎么了？我差点编出四门来一会儿。就是说学逗唱，哎，就这四门功课，每一门都不容易，都不简单。首先拿这个说来讲，嗯，得干净，哎，利索，这是必须的条件。您这个嘴让驴踢过吧？那是去年。总的来说就是，哦、你等会儿吧。去年踢过讲话吗？您这说话不清楚了。干净利索，对，嗦，哎，利索，丝袜嗦，嗯，你怎么拼上来的？这不稍带踢脑子了，这是。我躲了，当时。你甭躲，你是躲脑袋躲拿嘴接的，像话吗？这都嘴怎么那么贫呢？你谁贫呢？我告诉你，发烧了啊！你发烧怎么了？一会儿死你怀里。你那准不是发烧，我告诉你，你那是发烧了吗？那我这是闹了吗？不能胡说，知道吗？说的是，就说干净利索，哎，啊，关键是这个嘴里，嘴里，那叫嘴里，嘴里，哎，滋哇嘴，我就纳闷了，你这都怎么拼上来的？还滋哇，这什么滋尾嘴呀、啊？滋哇是什么？滋哇爪？什么叫爪呀、啊？爪怎么写？我哪知道怎么写？你拼上来的，就是嘴里干净利索。嗯，台底下要勤加练习。哎，对了，像什么报菜名啊，哎呦，什么地理图啊，不，什么八扇屏啊，经常得背。基本功我就不错。您怎么样？无论到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多的岁数，张嘴就来。那不能忘，哎，不能忘。是，我给您来一回吧。来什么呀？报菜名。哎，好，好不好？名词罗列的。嗯，真好。贯口类啊。嗯，我请您吃，你吃吗？好，他不吃。这个相声啊，谁不吃？你不打算背是怎么着啊？你不吃啊？你管我吃不吃？你往那背呀、啊？哦，这是必须的吗？啊、你显示你啊？那你说你吃，我还得搭句签啊？啊，行行行，捧哏的嘛，对对对对对。我请您吃啊，吃。你想吃什么？你打不打得请啊？这是啊，好，蒸羊羔，嗯，不能忘啊。哎，对，是你先往下来，往下来。蒸羊羔，蒸熊掌，嗯、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不能忘，知道吗？不能忘，这还不能忘呢。这叫鬼打墙啊！对对对对对，保不齐啊，哪个艺术家保不齐他不忘啊、嗯？哎，对对对，再来，越熟越容易忘。蒸羊羔，嗯，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鱼，水煮肉，一盆米饭我够了。就说有难度，你知道吗？是有点难度了，四个辣菜一盆米饭，你痔疮该犯了。
不简单。像话吗？这都哎，除了这个贯口、嗯，我再问问您，说还能说些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嗯，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这都能说吗、啊？这都能说。好，今天来的观众可是不少，是当着我们的朋友的面啊，给我们来一个，蹦蹦蹦儿。从超市拿一个，没有，不是这个来不了，来不了。嗯嗯，害羞了，你看。你换一个，换一个。来一个，嗯，蹦蹦蹦儿，来不了。好，来一个憋死牛儿，来不了。那你去死吧！不是，什么都来不了，像话吗？这都是画左脸，知道吗？能来什么？绕口令能来呀、啊、绕口令啊，你不行。我怎么我就不行啊？绕口令首先说啊，得有先天性的好条件。什么条件？得有嘴。好，您这挨踢过的也算。而且得有两片嘴唇。哎呦嚯，你三片是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嘚不嘚嘚不嘚，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对呀、啊、这是必须的条件。而且嘴唇要性感、哎、要好看。谁呀、啊？你看您这嘴，我怎么了？你叫嘴吗？不叫嘴，叫什么呀？你自己琢磨吧。哎，我琢磨什么？我琢磨，你甭说这个啊。绕口令，绕口令你不行。我跟你说，在我那个东西那么点时候，我说你等会儿，我说的你等会儿特别好。你等等等，什么的？那比划那个，在你什么东西那么点时候？啊？对啊。啊？啊？小辫儿，小时候脑袋上不是梳一小辫吗？你没梳过呀？我们男孩儿，我也男孩啊。那你梳一小辫儿，那你好看吗？这么大脑袋上面梳一小辫儿，我拿你当雷的点了。这什么呀？在我那个东西那么点儿小辫儿，哎，说出来。小辫儿，哎，我就会说绕口令。啊，那么就会说了。啊，说的好极了。哎呦，特别的溜骚。还溜骚。哎，特别溜骚。是吗？你跟我说绕口令，你不行。我怎么了？我就不行。你要跟我说绕口令，好有一比。比作什么呀？你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玉先生。这怎么讲啊？你差一点儿。哦，王跟玉差一点儿。嗯。哎，那要这么说，你跟我说绕口令，你好有一比啊。嗯。你好比是马先生碰见冯先生。怎么讲？你差两点儿。跟我枪火是不是？什么叫枪火呀？你要跟我说绕口令，你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汪先生。汪先生，你差三点。哦，那你要跟我说绕口令，你好比是能先生碰见熊先生，差四点。你要跟我说绕口令，你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汪太太。这怎么讲啊？差五点。哎嘿嘿，汪差三点，太太里边还有两点呢。嘿，哎，要说绕口令，你好一比啊。嗯，你跟我是王先生碰见王麻子，怎么讲？你不知道差多少点儿。嘿嘿，说干嘛？这是干嘛？这是干嘛？这是要死？这是烧脑子了？你要跟我说绕口令啊？怎么了？你好比是王先生啊，碰见俩王麻子。管什么用？俩房嘛，带一媳妇儿，啊，满脸雀斑，旁边有个小孩叫点点，还有一条狗是斑点狗，狗的嘴里含着一块切开了的火龙果，你差废了你！我他怎么琢磨的？他这，你这，说这个没有用，知道吗？不是，哎，就这么着吧。我说出绕口令来，你能学得上来吗？当然能了。你能学上来？嗯。哎，你要能学上来，我承认你比我说的好。行行吧。行，咱先说绕口令。你再比我得揪了，我告诉你啊。这不已经剪了吗？啊？哦，没调出来呀、啊。好好的，我说绕口令，你学上来啊。嗯。要能得学啊。嗯，你听这个，说。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来吧，碰见俩王麻子，你玩去。哎，等会儿，带媳妇满脸雀斑，旁边有小孩叫点点，你甭点点，斑点狗。哎，这，嘴里含着一块切开了的火龙果，你差废了你。
这不是神经病吗？这不，嘿嘿嘿嘿，哪儿去？你给我坐哪儿？坐哪儿？快点！怎么，这不是疯狗吗？干嘛？我哪这就给领出台了呢？嗯，我错了。怎么样，这道歉的方式怎么样？对了，您这要反应慢点，打完了才知道道歉呢。我错了。哎对，就是直一嘴吧，我告诉你。嘿嘿嘿，我都说完了，您学呀。你说完了啊？没有听见呢。你就没听，你知道吗？你再说一万遍。哎，一万遍，一万遍，我说我死着怎么办？你再说一遍。就一遍了啊。好，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凤白的白拐棒棍儿。来哪儿绕嘴？哪儿绕嘴？你说呀。拢共没有十个字，哪儿绕嘴？那你说出来呀。你听着。来呀。说。打哪边？哎，没听见呢。打哪边？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一个老头。哎，等会儿，老头管什么用啊？什么呀？白胡子老头。说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猴。老猴？好，闹妖精。老什么？老头儿。老头儿。哎，说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手里拄着一个奶油冰棍儿。哎，嚯！老头儿一出溜一出溜，来的。换一个。换什么换？小布丁啊。没听说过，老头儿得弯多大腰拄着他的。奶油冰棍儿像的话吗？啊，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好好好，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你听这岁数就不小，我告诉你。哎，岁数不小了。那个，等，别解释。白胡子说明他岁数大。哎、我知道。他要是黑胡子，可能是四五十岁；他要没胡子，跟我似的，你知道吗？刮了吉列风速三，这个白胡子贫呢？白胡子老头他就岁数大了，知道吗？我知道岁数大了，称得上是老头了。哎，你说绕口令。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一个棒。哎，对对对，对，往下来。手里拄着一个棒，哎，快完了，来，啊，蹦，啊，来呀，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给我一棍儿啊？赖你！凭什么赖我呀？你不应该喊人家老头，那我喊他老大爷。打那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大爷，手里拄着一个奶油冰棍，这就合情不合理啊？就得说老头，绕口令得绕嘴。行，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啊，真慢还，手里拄着一个，哎，行不行？蹦，有戏吗？有戏吗？棍儿，哎呦，蹦棍儿，有戏吗？嘿，好，什么叫好啊？不要脸了吗？这不是？哎，说上来了，哪儿说上来了你？那你鼓掌。废话，你要不带头鼓呢？甭说这个，哎。你就说不上来，就这点吹牛的能耐，我告诉你。我要能说上来呢？你干嘛呛火啊？你要能说上来，怎么样？我是茄子。这话你说的？我说的。听好了啊！来，有能耐说呀！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这是我的茄兄。你玩去啊！茄哥，谁茄哥？最近又胖了。你别动！你这不是成心坑我吗？这不是蓝茄子，你看你甭蓝茄子，你也是蓝的，知道吗？说这干嘛呀？不是合着不是这不算能耐啊？这有什么难度？这都捣鼓半天了，您早该说上来。这有什么难度？早该说上来了。早该说上来了。在我那个东西那么点的时候，你再说的，我给你这地板揪了，我告诉你，我说的很溜骚。还溜哪儿溜骚？这怎么了？举一反三，你会吗？不是绕口令能举一反三，多新鲜呐！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嗯，打东边来个红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红的红拐棒棍儿。打北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绿的绿拐棒棍儿。打四面八方来个咖啡色的老头，手里拄着个蹦咖啡的咖啡拐棒棍儿，有什么难度？这个绕口令是没难度，这咖啡色有点难度了。这老头趴什么上了？这是，您这都什么能耐？这叫不是这一个说呢，别美啊！再说一你都不行了，没那个。哎呦呦呦呦！呵，你看这玩意儿自己还膨胀了，你看看，
哎，再说一个行吗？说呀、哎、就说一个春节吧。春节我们家吃饭、做这冻豆腐，好，给你来这么一个行吗？你们家不包饺子啊？素馅儿、哦、冻豆腐馅儿、哎、对，你管着管不着你什么家庭这是 啊冻豆腐这是单炖菜，豆腐馅的饺子、啊、对，你给弄一个白面馅的饺子，我这煮疙瘩呢，我这不要白面馅儿像话吗？豆腐馅的饺子那怎么了？你吃去吃去，不是你甭管啊，听这绕口令啊，拿冻豆腐为题啊，听着啊，说呀，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冻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哇。来吧，哪有饺子？谁说这里有饺子了？哪有饺子？我就说冻豆腐，没饺子事儿啊。行，来吧，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搁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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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有老头啊？不是老头了吗？不是老头，冻豆腐。好，打南边来了一个冻豆腐。这这这，冻豆腐打南边自己来的，没有打南边来了。那怎么说？就说你会炖我的冻豆腐。好啊，说你会炖我的豆腐。豆腐啊，炖冻豆腐。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有难度就难度在这个炖冻上面了。好，听你嘴够冷的。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我这豆腐搁井里了。嗯，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还带水音儿呢呗。你就来包我的饺子，你玩来，你就来炖我的炖冻豆腐。照您这速度我得饿死，我告诉你。你您快着点儿，你不会炖我，你不会炖我的炖，你不会，你不会炖，你干什么来了？这谁的错？这是大过年的啊！我请你来炖我的豆腐。不不，好家伙，你不会，你干什么来了？吃白面饺子来了？谁吃白面饺子来了？白面馅的？谁告诉你白面馅的？说你不会炖，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哦，真行。行，你说点说不上来。哎，有谱没谱？有有有。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是不是生吃的呀你？你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的炖怎么那么恶心呢？怎么？你还知道啊你？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就，哎，我放冰箱里。那多少钱？好，又冻上了是吗？啊，没有啊，说了说不上来。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就不要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会炖，你，咱他妈熬着吃吧，咱们。你瞧这费了劲了，这个啊，就这么绕口令说不上来了，就知道你多笨了。我告诉你，你也就完了，你说不上来了。我告诉你，我能说上来呢。不是您这别较劲行吗？你能说上来？啊，万一呢？万一呢？我发烧了，发烧了不一定说得上来。真发烧了？啊，我摸摸。嗯，还行。要死啊你，干嘛享受呢？摸了吗？摸了。烧吗？还行。嗯，差点温度反正。嗯，那这么着吧，啊，你要能说上来怎么样？我是土豆。好，行吗？听着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不要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你可太损了你啊，土哥，土哥。哎，您这是诚心吗？这不是斗兄？斗兄？谁斗兄？你被优酷买了是不是？你玩去，像话吗？这都哪个土豆这玩意儿啊？怎么样，你甭说这个，举一反三会不会啊？这还能举一反三？我错了，别较这劲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这坏门的叫啊，
这么半天早该会了，我说多少遍了，这再不会，干嘛呢？美什么呢？发烧了。你这是发烧的劲头吗？这个，嘿，我再说一个，你能说出来吗？能。呦呦呦，还能？哎，说一个，你都说不上来。你听我这个啊，听这个啊，说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的肥颈白颈八斤狗，卖了他的肥颈白颈八斤狗，赔了我的肥颈白颈八斤鸡。来这个，来这个吧，鸡狗打架的事儿。来吧，说你会炖我的炖炖，没有豆腐了，豆腐已经没有了啊。行，说说家，我家，说你家，哎，你家，等，我家，就你家呀、啊？是说我家，你家呀、啊？说我家，我说的就是你家呀、啊，你是不是傻呀、啊、你？损散，你甭。你说你也得说我家哦，我说的时候也得说我家。哎，好，您能明白？说说我家有只80多斤大公鸡，嚯，80多斤啊！一只羊才多沉呐？鸡王啊？没听说过。老鸨子呀？没有，老鸨子够瘦的还，80多斤像话吗？80多斤老鸨子没有啊？肥颈白颈八斤鸡。哦，对对对，啊、说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你看这咬字咬的，飞到李家王家、孙家、赵家的，李家一个对的没有啊，飞到张家呀，张家、李家、王家、孙家、赵家，好一个没说对。说，我家有只飞金白锦八斤鸡，哎呀嘿，图哎等会儿，怎么还图还得飞了？还有音效啊，相声词嘛。哦，图说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兔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兔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兔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兔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兔飞到来回飞机呀、啊、狗呢？把你忘了，说我家有把你忘了，把你忘了，怎么来着？不会聊天了吗？那怎么了呢？肥颈白颈八斤狗啊！啊，对对对，说我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鸡，兔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兔飞到我家后院里，我也飞过去的。兔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颈白颈八斤狗，兔飞到我家后院里。啊，这俩人碰不着面了，这是。狗也飞过去的啊？没有，咬了我的肥颈白颈八斤鸡。啊？那你怎么说？刚才说的是狗？我在这说狗啊，来吧。好，酝酿什么呢？你这。来吧，麻溜说这鸡狗怎么会说呢？说我家有只肥颈斑斤斑斤鸡，兔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只肥颈斑斤斑斤狗，兔不兔？哎，这飞一半啊，好掉地上了，兔不兔？兔兔，狗肠胃不好是吧？啊？哎，我出个主意怎么样？出什么主意？让你的脸好看，我的脸也不羞臊，怎么样？什么意思？没明白。你换一个。哎，对。这谁好看的这里头？怎么样？不是你不行了吧？完了吧？我要行呢？不是，你、你要行是吧？啊，行，你要行，我是柿子椒。你想吃地三鲜了吧你？你甭管啊！不要脸！谁不要脸呢？这是个陷阱！哎呦，谁是个陷阱啊？还陷阱还？我拿地三鲜等着你炫景了。还地三鲜了还？哎，有能耐说出来，就这么着吧。你要有能耐说出来，我就地三鲜。怎么了？我说上你是地三鲜。我地三鲜。好，那我说了啊。说呀，你不是地三鲜。说不上来了，完了吧？嘿，哎，岳云鹏，完了吧？啊，丢人了吧？开箱的谁大开箱？谁跟你大开箱？干嘛？干什么？说不上来，完了吧？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呀？扒拉我？扒拉你怎么了？干什么？干嘛？哎哎！你这招要压岁钱一会儿，你等会儿呢？行了吗？满意了吗？我这什么满意的？别吹着牛知道吗？以后。年纪轻轻站台上，这丢人了吧？现眼了吧？给你使不丢人了，知道吗？
真行这个。哎，得了，哎，得了，我疼啊你啊！我说一简单的，说咱俩下台。哎，就别瞎拍一会儿，听着啊，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来吧。打灯谜是不是？谁跟你打灯谜了？是不是打灯谜？这怎么打灯谜啊？你再说一遍。吃葡萄不吐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谜底是葡萄干。还跟我弄这个，看见没有？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咱这是绕口令，知道吗？不是打灯谜啊。我给你猜一个吧。我用你猜一个。把这说了，还绕口令。哎，绕口令，我知道。绕口令来。那真的吗？哎，对，我快给你撅了吧。说，嗯，吃平头。吃，哎，等会儿，吃平头，吃葡萄，呵，瞧这嘴，性感。说吃葡萄，哎，不吐皮儿，呵，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儿。你瞧你这该死的样儿，习惯就好了。你装什么可爱呀？站这儿还来包花生仁儿，怎么了你？说是说不上来，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啊？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嗯，不吃葡萄倒吐皮儿，葡萄皮儿葡萄，葡萄皮儿。哎，你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看，谢谢。哎，那个半年，您等会儿听，是说是说上来了，嗯，语速学有点慢，那我快点，您快一点。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还行。哎，说上来了，我说俩试试啊。哦，俩连着。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也行。我说四个啊。你来四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哎，我说八个试试啊。你来八个，来吧。说。吃不到不懂不到别不是不到懂不到别吃不到不懂不到别不是不到别不你又忘你说不上来了吧？哼，哎呀呵，行啊，得嘞，今儿非得好好惩治惩治你不行，得嘞，哎，这回给你说一男的，你给我说一女的，你玩去，有女的我还留着呢，说一比较难有难度的，好，行吗？行，咱们以这四个词组成一个绕口令，什么词儿？嗯，喇嘛、塔嘛、哑巴、喇叭。喇嘛是什么？喇嘛就是僧人。口外的僧人，西藏的僧人，喇嘛僧，哎，雍和宫就有，哎，有，有点脾气，对不对？啊，还有点小脾气，哎，前几年有点脾气，哎，你别说这事啊，嗯，喇嘛，哎，对，啊，行，嗯，还有呢，塔嘛，塔嘛是什么？塔嘛鱼，比目鱼，哎，对了，俩眼睛长一块啊，长一边，哎呦，我这过不去啊，他那个，哎，嘿，你要过去，我送你去医院了，就知道吗？他那俩眼长到一边，哦，嗯，对，塔嘛鱼。比目鱼，哎，嗯，还有哑巴，哑巴是什么？失语的人，不会说话，是，哎，去你吧！这要是真的该多好！还有喇叭，喇叭是什么？就吹的喇叭锁呢？集结号，哎，哪有集结号？集结号，您别胡说啊，就是喇叭啊，听着啊，喇嘛、塔嘛、哑巴、喇叭。换一个，哎，完了，好，四个词说完了，那拿这四个词组成一个绕口令，那你说一说，我说说您听听，好，我卖卖力气啊，嗯嗯，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巴，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着塔巴的喇嘛要拿塔巴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哑巴喇叭不再拿喇叭换提着塔巴喇叭的塔巴，提着塔巴喇叭急了，拿塔巴打着别喇叭哑巴一塔巴，别喇叭哑巴一急了，拿喇叭打着提着塔巴喇叭一喇叭，到最后也不是提着塔巴拿塔巴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巴，别喇叭拿喇叭打着提塔巴喇叭一塔巴，喇叭回家炖塔巴，哑巴滴答答吹喇叭，来吧，哎呦我的妈，累死我。再见。哎，回来。
走就走吧，还偷一把扇子走，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我发烧了。你甭发烧了，你今儿发烧也不行，知道吗？发烧管什么用啊？说，不是有能耐吗？来呀，来呀！这怎么那么长啊？废话，男的知道吗？来，说，不是有能耐吗？行，说，说，打哪边？你听不打南边？南边？怎么又是南边啊？总共就俩南边，怎么又是南边？行，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槌。你等，怎么又老头了？什么？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哎，这个喇嘛就是那个老头的儿子。你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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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打南边来的。你等会儿，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打南边来了一个僧人。怎么僧人呢？喇嘛。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哎，手里头提了这七八斤比目鱼。这是什么玩意儿？这叫还七八斤比目鱼？多少斤？五斤塔嘛。说比目鱼怎么样？不行，就得说塔嘛，还得说是五斤。行，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哎，手里头递了这五斤塔嘛。您能再慢点吗？打哪边？好，不知道一句一问呢。哪边？打北边。北边来人了吗？我怎么这么高兴啊？北边终于来人了。哎，打北边。打北边来了一个什么？哑巴。好不容易来个人，还是个哑巴。哎，咱别连皮带讲行吗？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哎，是腰里吗？腰里，腰里，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你看，说清楚了。说低了塔嘛的喇嘛，想拿塔嘛换哑巴啊的喇叭。这大喘气呀、啊，这个哑巴不愿意换呢。我这还有活动呢，这个为什么不愿意换呢？啊，为什么呀？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呢、啊。对，哑巴虽然不会说话，眼神好啊，眼睛瞧出来了啊，眼神一瞟啊，哎，这五斤不够，哑巴就不愿意换呢。这哑巴眼儿撑够准的啊，哑巴就要走啊。哦，走。喇嘛不愿意啊。不，您等会儿。喇嘛脾气大呀、啊！您说这口令嘿，好像你不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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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哎呦呵，这个喇嘛就拿起这个鱼，就是塔嘛，哎这哎就啪、啊、打了哑巴一塔嘛。就这句像绕口令。哑巴一哑巴一挨打，哑巴就骂街了。你这骂、啊、孙子，哎你等会儿打我，你等会儿我干死你。你这哑巴还骂街了？哑巴会说话吗？好，还字正腔圆，孙子怎么了？哑巴会说话吗？哑巴能说话吗？不能啊。你怎么让人说话了呢？我为什么对面哟，我怎么让人，这谁让人说的话啊？谁呀、啊、你是我吗？你那你把我怎么样？哎哎好，您那滚刀肉不行知道吗？您说说，咱先商量商量清楚行吗、嗯、不是讲故事啊，得说绕口令。行行行，但是哑巴不能说话。好好好、啊、您来，您从头来啊，您冷静一下啊，你要不出去过个风去。我到哪儿了？忘却了吧。从头来。废话，我也一次打从头来。刚才是我师父给您说了一段、哎、打哪儿来呀、啊、到哪儿来？打这对头的来呀、啊、打南边来呀、啊、哦对对对，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不是这句举一反三，会不会？没，不会，这个不是这个。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哦，对对对，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哎呦我的妈！手里头提着这五斤塔嘛。学学语速快一点。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哎，腰里头别着一个喇叭。再快一点。说提了塔嘛的喇嘛，想拿塔嘛换哑巴。啊啊！的喇叭。老有这大喘气啊！哑巴不愿意换。怎么又来了你？为什么不愿意换？你说绕口令行吗？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哎，这这。哑巴虽然不会说话、啊、是是是、啊、眼神好使啊，瞧出来了，拿眼神一看，耶耶耶，你看转这个，行，五斤不够，说绕口令，嘿，哑巴就不愿意换呢，哑巴拿起这个喇叭就走了。哎，这绕口令，喇嘛不愿意呀、啊，我靠，喇嘛脾气多大呀、啊？你说绕口令，喇嘛拿起这个比目鱼，啪、啊、打了哑巴一塔嘛，你看比目鱼塔嘛，哎呀、啊，哑巴就，您就没有骂街呀、啊？哎，这还好，他记住了。他没有骂街，您说绕口令行吗？但是内心活动他不愿意、啊、别有内心活动了。为什么打我孙子？我弄死你，我跟你拼了，欺负残疾人、哎、呀干死你、
这都是哑巴说的啊，哑巴脾气不好啊。你先，哑巴拿起这个集结号就啪打了这个喇嘛一集结号，一喇嘛一喇嘛。您说这，哎呀，喇嘛心里琢磨了，你凭什么打我呀？老哑巴说你先打的，又说话了，内心活动，你先打的我呀。你是啊，这个喇嘛呢？那得了，您说绕口令，咱俩谁也别打谁了。您有绕口令，我就走了。您别，我回家去了。绕口令，我炖塔嘛吃。炖塔嘛干？哑巴心里琢磨，你回家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呀？您说绕口令，我吃炖冻豆腐。那就又来了是吧？你。